叫尼卓，是一个路边的监察员。简单啲嚟讲，有污染的地方就有我的存在。污染不断咁侵蚀紧大自然，臭氧层嘅损耗大到阳光直接就可以穿透入嚟。而呢一日终于都要嚟啦。过多几十年，人可能就会为咗水而打大交；过多几百年，有人会因为吸唔够氧而死，或者大自然一日都未消失，人始终都唔会讲。咁就等一切都回归喺零啦。